大家每一票支持，他们都有感受到你们的支持的力量，也希望大家有若有选上的可以一起庆祝，但是没选上的我们还是要继续加油，明年再来挑战。那么今年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家长会台湾大哥大提供了许多的礼物，也特别为我们校花们准备丰富的奖品。我们先一起来欢迎我们的颁奖嘉宾，汉将中学家长会会长林志升总经理，欢迎 Jimmy。看到我们总经理今天也特地背上书包跟我们一起回到汉将中学，先请我们家长会会长来跟所有同学问声好。哎，各位汉将中学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我们家长会长。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家长会长来帮我们来宣布今天的第一个奖项。我们先各位介绍一下，今年我们校花分别有五个系，对不对？那我们一个一个系来揭晓。我们总经理是不是有准备信封？有，在我的书包里。来，我们来揭晓一下。好，这是校花的。来哦，仔细听哦，一个系一个系来哦。被介绍到的，我们就要请他们出列得奖。第一个什么系？甜美系。得奖是慈妹。慈妹，甜美系校花慈妹。再来，什么系？好，第二个是才艺系，杰米，跟我同名的杰米。再来，我们欢迎下一个系是开朗系，这个是青青。再来，下一个是我们的气质系，柠檬。再来最后一个俏皮系咯，俏皮系得奖的是丹丹。好，那我们请我们五位校花得主。那么今天刚好有几位同学缺课，我们就用一些吉祥物还有 Kevin 来带领。来了，我们一起来带上他们的校花的背带。好，我们一起再往右边一步好吗？来，请大家帮忙见证一下这个好看的一刻。来，往中间一点。好，我们颁发完我们校花杯带之后，我们要请我们家长会长来为五位校花送上我们这一次得奖的礼物，由我们台湾大哥大电信独卖的 Google Pixel Bus A Series 的耳机，还有我们 GeForce Now 云端游戏服务钛金方案月订首月免费的序号，以及 MyMoji 建模免费体验，让我们的校花们不仅能听好玩好，也可以体验全方位的 OP 享乐生活。谢谢。好，我们请我们家长会长来到中间好不好？来，家长会长在中间一起合影。我们拿着礼物的板子，来帮我拿着礼物的板，好，帮忙拿一下。好，来，慈妹帮我拿一个板子哦。我们一起来，请五位校花们看前方。好，看前方哦。那么今年我们校花虽然有三位没有办法来到现场领奖，但是他们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个荣耀 ，OK 吗？好，谢谢。那我们也请有来的校花来帮我们分享一下感言好吗？我帮忙收个礼物。来，先请我们甜美系的得主慈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慈妹。我没有想要，没有说要分享感言呢。那要不要谢票一下？简单谢票一下。谢谢大家。虽然我可能只有声音比较甜美。然后呢？就谢谢。谢谢，来一个甜美的笑容，谢。好，再来给我们开朗系的庆庆，用开朗的谢票心得。好，大家好，我是庆庆。然后很谢谢投我一票的同学们，然后听说在楼上的时候也都有人帮我拉票，真的很谢谢大家，感谢。谢谢开朗系的校花，好，也谢谢以上五位校花得主，那我们就在旁边来领奖哦，谢。那我们请家长会长请留步。谢谢姊妹，谢谢亲戚，以及谢谢我们今天三位没有来，但是有带领的伙伴们。再来，刺激的来了，家长会长。接下来是大家众所期待，这可以说是我们汉江中学的传统啊，校草也是竞争激烈。我也跟我们家长会长讲一下，在赛前外面也是非常的竞争啊，因为每一个都有竞选总部，还有拉票，还有各自宣传的。那一样是不是有拿到我们的神秘信封？有，我的书包有两个信封。来，在这里。好，校草的没有错，没错。
跟大家讲一下，今年是我们第六届悍将中学校草得主，帮我们宣布一下，今年校草的得主就是李宗贤，欢迎宗贤，有请我们宗贤来到场中。好的，接下来我要来颁发，我要请我们的颁奖人，欢迎我们荣誉校草林哲轩。来来来，我们请哲轩要来为宗贤来交接我们校草背带。好，我们先拿着看前面拍一张，待会再帮宗贤戴上，先拍一张哦。来，好，来，哲轩帮我为宗贤披上我们校草的背带，恭喜宗贤。好，谢谢哲轩。那我们要先请我们总经理、家长会长来帮我们颁发奖项。我们一样有我们台湾大哥大所提供的电信独卖的 Google Pixel Watch， 来一起看前方。我们家长会长跟我们的宗贤，好，还有我们这个奖品也帮我拿一下。Sorry， 再来，奖项非常多啊！谢谢家长会长，台湾大哥大提供这么多的好礼，看前方哦。OK， 谢谢。好，我们稍微收一下礼物，我们一样要来请我们的得主。我们请我们得主宗贤，掌声欢迎我们最新的悍将校草李宗贤。在这边谢谢大家投票给我，那也谢谢台湾大哥大赞助的奖品。那我这边小小的愿望就是希望前几届的校草也可以荣获这个奖品，哦，帮他们争取。对啊，哇，好有心，给宗贤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还有什么得奖感谢票一下，因为我跟你说，今年在场外真的很多人帮你拉票，有人说你参选了好几届，希望这些你可以当选。所以有没有什么话要来送给支持宗贤的每一位？满满的爱送给帮我拉票的同学们，谢谢。掌声再一次送给我们第六届悍将中学校草李宗贤，谢谢宗贤。好，谢谢。好，那么谢谢总经理。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大家一起来看向大幕，让我们一起先来为各位介绍今天悍将中学棒球队的先发名单。